彰化县员林镇志贤宫30日举办志贤宫纪念日暨瑶池金母娘娘圣诞活动，吸引当地信众纷纷到场祝寿参香。园林志贤宫是在咱园林吼中央里，啊，就是甲咱社头新厝村吼的界界，啊，甲永靖轮子村的界界遮，吼，拄啊，咱园林志贤宫拄好吼，拄好伫三乡镇吼，就是园林社头永靖的交界处，吼。啊，今日是咱园林母迄个母鸡要伫金宝娘娘的圣诞，以及咱园林志贤宫的恭庆吼。啊，咱每年吼拢有举办吼，固定每年吼农历的6月12日吼固定日吼，就是拢会来举办祝寿科仪啊，来团结吼咱整个吼，就是讲咱附近即几乡镇啊，包括说咱各地吼的信者吼，也拢会回乡啊，等来参拜。并且吼，咱园林志贤宫吼，天母分堂吼，拢总有吼有8间分堂，对忠孝忠孝仁爱信义和平8间分堂，啊嘛拢会回吼，咱迄个有2间是伫宜兰，啊2间伫迄个嘉义民雄，1间伫嘉义市，啊1间伫迄个分林口湖吼啊。啊，另外一间是伫台中乌日，啊，另外一间分堂，就是伫咱园林地庙会，吼、哦，是伫在咱园林，拢总有8间分堂，啊，拢会倒来参与吼，足受可以。啊，欢迎吼、哦，咱所有诶观众吼，那、伫每年诶农历的6月12日，欢迎吼、哦，拢来咱园林志贤宫来参与吼，咱这足受可以，啊，会当祈求吼，互咱大家合家吉庆平安，万事如意。感谢各位。即摆大家分堂，大家拢等下参拜吼。啊，大家拢食个半年，食灵感嘛。啊，大家拢真有心等下拜拜。啊，来祝寿吼，啊，咱的神神吼，安尼，那大家来参拜吼，啊，大家回去吼，大赚钱，阖家平安，吼，事事不灾。园林志贤宫管理委员会总干事杨昌泰表示。志贤宫瑶池金母一年一度的祝寿典礼，是园林地区民众热烈期待的大事，更是凝聚社区民众向心力的活动。期望民众可踊跃参香，保佑四季平安，和地增辉。公益频道张华允，园林采访报道。